谢谢大家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个人的事件造成大家的关心，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，我个人深感抱歉。向社会大众致歉，委婉感谢关心，用衣物把自己包紧紧的这位王姓药师，日前因为民众买口罩，结果还错健保卡，就被要求下跪道歉。事发之后，引发各界哗然。只是一个小小的突发点而已，那我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接受我们的认真和努力。事情发生在3月11号，一名李姓妇人前往药局排队买口罩，但药师忙中有错，还错健保卡。虽然有请妇人核对，但当下没有表示异议。隔天，妇人发现错误，回到药局抨击药师卖口罩的方式有瑕疵，要求下跪磕头道歉。结果药师以和为贵，真的下跪道歉。警方在14号约谈到案，讯后函送北检侦办。连夜侦讯之后呢，将妇人依强制罪及医疗法函送地检署来侦办。面对民众不理性的行为呢，只要通知警方，警方就会立即到场处理。事发过后，药师工会全联会也公开声明，不会姑息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我们希望不理性的少数民众可以控管情绪，不要造成我们防疫上的障碍，不要再因为这种疫情繁忙，疫情的状态下，而造成有这种不理性，民众有这种不理性的行为，凸显这样子的状况就好。而他也并不是一定要这位妇人到最后有什么样子的重罪。那药师跟药剂师对于口罩实名制的推动功不可没，希望民众能相互体谅，共体时间。肺炎疫情爆发后，健保特约药局和卫生等实体通路配合政策贩卖口罩，但有些民众买不到就怒呛，甚至日前还有人情绪不满就贴了药局货架来发泄。食药署提醒，防疫期间要请民众相互体谅，理性对待，共同做好防疫工作。原视新闻综合报道。